冲我来的，走到那儿是一眼神勾我来着，嘎嘎两下子，完到这嘎一呲牙扒那了。哎呀，你这描述，这哥，你是在夸我吗？你是夸我牙漂亮吗？谢谢。不客气。好，哎呀，这姑娘这性格齐了咔嚓呀！看短片。我叫于欢，今年25岁，来自辽宁省葫芦岛市，现在在沈阳打工。我就是那种典型的做梦都会梦到自己捡钱的小财迷。我的人生格言是：向前看，向后赚。女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我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。我有一个非常骄傲的职业，室内环境工程美容师，简称郭大白。我是郭大白这个行业里唯一的女孩。我呢也没有别的爱好，就是喜欢挣钱。